当家好风水，竟被自己搞砸了。其实他们家的后段呢，是比前段来的开阔。后面还这么大之外，外面也是一片辽阔哎。对，所以呢，照理说呢，在这边女生的机会是真的很多的。因为外环境格局是利于女生，但是因为内部格局呢都被破坏掉了，很可惜。